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。一个飞机一分钟，一个火箭五分钟，一个超级火箭二十分钟。老板如果想这个来套餐啊，记得我们的规矩啊。如果你想永久，可以开个皇帝。给你也来一个，那能随便来吗？那能说来就来吗？谢谢小鹿的一个飞阶，那能说来就来吗？谁呀？秦叔叔在不在呀？秦叔叔，秦叔叔以前每天都在的，今天秦叔叔没来，我看看。完了，秦叔叔，来吧，直接开 E， 给我晕走，走位平 A 打他盾，这波耗血我们全是了。什么叫完美耗血？直接往前靠，开个 E， 晕锤，他盾还没好，锤再锤，盾好了锤，给他打的直接就往后打吧那个了都。他再敢出来，直接开 E， 啊，马上啊！他打不了我们往后靠，没飞着。但是不太好杀了呀，直接跳上来，无敌耳，锤，锤重锤，点燃晕。锤闪现跳，吃个药，锤接重锤，不打了。我说停停，我咬你一命。他打不了我们跳的脸。啥意思啊？他不带出来的，这人猥琐的要死，他最多就打不了我一下，没用，不上了。他有 EM 不傻，我先来个小吸血。哎，刚才我这么长时间都没看见那吸血鬼结账搁哪呢？怎么？什么东西？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我跳锤重锤开 E 晕，你还敢往回踹？等他盾消失，重锤跳平 A 回血死不了。亚索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下去。再吃个药吧。你现在饿吗？可以。这架阿瓦隆勉强能撑得住我的力量。
我还能吸点血，等我们这波卡包兵线升个六，重锤。我个 W 呢，重锤，等个升六吧，这得升啊，这不升这波不太好打，血太少了。有耐心才是好兄弟，否则就是死猎人。你让他 A 一下没关系， A 完他就没盾了，回家了。你不要觉得这是好补，哼，我们刚才这个吧是皮肤的手感不太行，皮肤不行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因为他的攻击动作变了，所以我们不太适应，知道吗？你要想用这个皮肤，那么至少你得先用他个十几把，先把它适应一下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开个 E 怎么办啊？重锤，重锤，等一下啊，别着急，锤锤掉下来点燃重锤。我应该还能再收一波，跳走街重锤开 E 开大晕锤锤闪现重锤呀，差一内内，哎呀我靠，他有皮孩吗？他没有皮孩，我有点没追到他，不太应该啊。主 W 的副 E 好点，你是武器大师，主 W 的副 E 啊，那是什么新潮点法？你主 W 的副 E 你咋追人啊？那多笨呢、啊、那一共就一个 Q 技能，能有个位移的技能，完事还不复 Q 了。
你要对面是个笨逼还行。是谁给你的勇气敢这个样子过来的，兄弟？这波直接上去一个重锤啊，直接重锤。哟，一塔没了，吃我150。我是比不比赛的，你乐意点哪个你就点哪个呗，真是的。你要喜欢组 W 的你就组 W， 你要喜欢组 E 你就组 E， 你要喜欢组 Q 你就组 Q， 想组哪个你就组哪个。打个蓝，下路的夫妻俩，我是不是得来一波？乌迪尔的红没打，我们去把那乌迪尔红给他打了去，顺便把那乌迪尔给他杀了。乌迪尔肯定过来，我操了！你打完红你还想跑？锤！锤重锤锤锤重锤开 E 跳上来晕两个重锤双杀，吹不 Q， 怎么烟雾弹没了呢？借一波啊，在这等着这个兽灵行者，我不可能放过他。怎么的呢？这人有点多啊，这波属实是有点狂了啊，属实是有点太狂妄了。我们来个铁板靴，给他一个 buff。一会儿我们再把 buff 给他拿过来。你就杀这乌迪尔啊！哎，感觉都能打死哎！哎。无敌人闪现跑了，但无敌人闪现跑了归跑了啊，这一波我估计这无敌人的蓝刷了，他肯定得来打蓝 buff， 我们先把中塔推了。好，推完我们去蓝 buff。没有蓝 buff， 那是什么原因呢？这边中路不好杀，算了，不上了。
你把他峡谷打了，完事我们去中。我就发现出这冰拳的塞纳啊，就可爱点人了。叫小兵先杀他塞纳吧。可爱点人了，就特别爱点人，就一下一下的点点点。我们家红哪去了？那蓝枪怎么的？你们三个好使啊？啊？你们三个好使吗？重锤开 E， 晕锤。跳上来，锤锤，重锤锤锤，重锤，跳死！打个石头赢啊！哎呀，那个小鸡崽子，把这小鸡崽子给我杀了。还有你，这就不杀了，算了。我打个石头人，你也要抢一下子，你说？回家。出个装备，我决定来个羊刀，不行，算了吧，还是来个蟹手吧。还是来个蟹手吧。这波直接越了得了呀，我先把他塞纳杀了。小小无敌人往哪跑？下午2点钟左右吧，我们去玩一玩的新英雄戈温，戈温，戈布恩。怎么的呢？能打呀？拆没了啊！没有人出来，没有人出来，可拆没了。那必须得杀人的，要么给蜡给点没了。